跟什么事？谁问的来？你没有火车回松山是不是？没有啦。歌手。平日啊。哦，我说这一次的吗？我没有了，我这次没有。没有想那么多了。如果是真的想要跟歌手，我说我想跟张震岳。哦，是长得很像吗？不是不是。我个人评论哦。啊，那是因为我国中开始弹吉他，到高中开始弹吉他都是弹他的歌，就习惯听他的歌。那你会唱他的歌吗？我没有，现在没有唱，因为喉咙有点痛，很干。现在就痛。很干。